开始今一个礼拜，选调，你所竞选，予伊深管理，踮伫你院内的这个人有福气。我们因为你的厝，你的圣殿的福气，来心满意足。咱这位来金圣师，阿罗上帝，伫别咱的心，圣师305首，我的心神，你着唱歌。你是日子甲世界的主，是人生活甲拯救。伊个囝对圣神投胎，对耶稣基督玛利亚出世做人，做咱的兄弟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对伊个受苦，对是一个死得活，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，互咱甲上帝做伴。伊个神就是圣神。站在咱中间，修复溃烂，何管伫万百姓中做见证，直到主再来。万圣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，对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。万圣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，受着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何解的使者，是普世的，搁定根伫本地。认同所有的主人，同齐听甲受苦，
来吃多五万的记号，唤醒人对上帝稳定来悔改，做必下面用天神恩爱甲恨心的生活，归因跟上帝，唤醒上帝给人有尊严，家人已经良好，咱有份伫伊的创造，有责任甲伊相佮管理世界。对安尼，人有社会、政治、甲经济制度，有稳定，佮下都有追求真实的心，总是人有做无用假的恩赐，破坏人难免甲上帝的关系，所以人着挖出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要予人对罪恶中得到解放，互上佮恶做的人得到自由、平等，以及到社会新创造的人。把世界交给伊个国，同我同意平安甲欢喜，阿门。无惨害人个死亡，无惊失道者个位。伊爱慕上主个律法，伊亲像果子，果子树栽伫溪边，叶仔嘛袂干去。坏人就无是安尼，所以心怀的是坏人会予上帝算账。因为伊人的道路有上主的咧看顾。蔡廷贵教授替咱做祈祷。咱天顶万能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予阮身躯平安，今仔日会当来遮做伙来敬拜你。阮感谢你，赐阮遮尔好的天气，予阮伫遮会当来敬拜你。今仔日四月初七，阮再一次感谢你，伫二十四当前。我看到你透过电南阳烧起伊个身躯，来唤醒台湾人的公平正义。我今日二十四年后，我阁看到你的公平正义、台湾独立的声音，阁伫姐姐兄弟姊妹顶端来看到。我嘛真欢喜，阁看到姐姐少年朋友嘛追随你的指示。照你的声音，要让受压迫的人得到偷棒，来关心阿扁总统，早一日会当回去厝，甲扁妈甲伊的家庭做伙来，让身体恢复健康。我伫遮感谢你，台湾人民受着压迫，在你的扶持保守之下，我们有勇气，让我们有身体健康，勇敢向前行。追随你的指示，予公平正义早一天会当伫台湾来兴起。阮再一次伫遮来向你祈祷，有望上帝你会当听到阮的哀求、恳求、甲感谢。阮安尼来祈祷，一切拢奉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耶稣看见遐个规定人，就拍上霜。已经坐，伊学生就近伊，伊开嘴驾驶因讲，心内所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；日本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受土地；腰脆大心无忌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百；怜悯人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怜悯；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。因为伊要看见上帝，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。因为伊要称作上帝的子，为着伊要受困着的人有福气。因为天国是因的，为着我，人甲你礼骂的，困着你，诽谤你，万分的歹，你着有福气，你着欢喜快乐。因为恁伫天国里的报酬是大的，因为你以前的先知人。人嘛，安尼困着伊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
听伊话，搁照伊话去行的人，